出去啊！放我出去啊！我都冇做错嘢，放我出去啊！呃你噶啦！其实呢度咧以前咧系旧大屋嘅警察局嚟嘅，咁而家就改成咗酒店咯。咁呢两间咧好明显就系嗰啲拘留所嚟噶啦。咁呢间房咧已经变成咗souvenir店噶啦，你可以入嚟睇下噶。哇！嗱，系咪咧？边个话旧咗唔用嘅楼一定要拆噶？睇下人哋香港政府点样活化历史建筑，保留文化古迹啦。黎哥大屋啊，将近十次，十次有十次，但系呢度系第一次你嚟嘅啫，系咪个酒店？系啊，因为呢个酒店咧，以前我嚟嘅时间咧，佢咧系一个咧一个警署咯，即系我哋叫做咧系海防嘅警署。哦，咁但系咧而家咧摇身一变，哇，变咗一个咩咧？变咗一个酒店。为咗保存原有嘅建筑风格，体验十九世纪嘅建筑特色，大澳密密酒店喺复修重整嘅时候，对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，务求见证历史所留的嘅每一道痕迹。嗱，你哋有见到九个窿冇啊？呢九个窿咧，其实根据嗰啲 research 讲咧，应该系响1918年发生一个枪击中打出嚟嘅。咁呢九个子弹窿点解要留喺上嚟呢？咁好明显就可以显示到依家旧嘅大澳警局已经有110周年嘅历史噶啦。上嚟二楼就系我个人认为最有 feel 嘅餐厅大澳碌鸭啦，呢度好有中式合璧嘅味道，而且大量运用咗原木以及玻璃嘅素材，完全融入大澳嘅大自然环境入边。晚上打开天窗，仲可以一边望住天上嘅星星，一边享受美食，简直就系浪漫到绝啊！细估唔到，原来呢个咁正嘅地方，当年都只不过系啲水景用嚟晒衫、吹水嘅晒衣间嚟咋，系咪好得意呢？而呢个酒店里面咧，佢最吸引人嘅地方，你估系乜嘢啦？会唔会嗰间 restaurant 啊？好明显地咧，佢中意餐厅原因就系因为佢中意浪漫，系啦，呢度系一个好浪漫嘅地方。而我中意呢个地方原因系咩呢？除咗佢可以见到我哋海之外啦，住喺度你可以感受一下，系咪啲囚犯喺呢度嘅时候嗰种感觉系点样咧？同埋夜晚黑听到海浪声，啱，呢个系真嘅。最紧要咧个价钱其实唔太贵。闲屋咧，你可以睇到一样嘢咧，就系佢哋会有一个好好嘅一个乡情喺度咯。同埋嚟講咧，就係大家咧團嗰種團結、團結啊、友情啊。咦，我聽到你講，我佢哋咪瞓覺係唔鎖門嘅喎。夜晚黑佢哋瞓覺真係唔鎖門㗎、哦，因為咧喺呢一度咧係大家咧都識得㗎嘛。咁所以咧守望相助嗰種咧鄰里之情咧，我相信喺香港啦嚇、都喺呢度揾到嘅。探訪呢個時間咧，你會鎖得冇問題。喂，你鎖唔鎖唔緊要，得我哋會招呼你冇問題。真係嘅，你通知一言咁一言為定。鏡頭前面約定你。好 ，Yes。